今天我们麻辣下午茶的节目现场呢，邀请到了两位来自纽约电影学院的同学。那么刚刚毕业呢，给我们带来一些他们的创作的一些作品。Hello， 陈曼青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子硕，子硕其实我们认识蛮久了，就是这个我们电视台的新来的这个实习生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给我们带来，看你们俩这身装束，不像是给我们要唱流行歌曲的感觉。我觉得我长了一张实力派的脸。实力派的脸。那曼青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要唱的歌曲是什么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叫 Sun and Moon，然后它是在西贡小姐其中一个片段，就是当男主角见到女主角第一面的时候，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就这样产生了吗？对，但是就是你知道开始总是美好的。对，OK， 那其实我知道这个，像这个西贡小姐应该不算是，我就算应该算是音乐剧，对不对？那音乐剧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爱去听或者去欣赏，你们为什么选择这样一首歌曲？就是在选择方面，以我来说，我认为就这一首歌，它其实是一个，还蛮普遍的歌曲，然后我认为它的词跟曲写非常动人对，所以词曲都能打动你。我非常被打动，而且尤其他有在形容那个歌词，他讲到说，You are the sun and I'm the moon，然后这 sun 怎么讲，太阳跟月亮他们可以同时出现在天空里，然后是非常日月共辉那种。That's right。那子硕，你作为这样一个男生，因为我觉得音乐剧好像女孩子都特别爱听爱去，因为感性嘛，是不是？男生也喜欢呐？喜欢，因为我以前有学过就这方面的，有意大利的这个歌剧的一个培训，以前的时候学过一点点。那其次，就像今年我们有上映那个《悲惨世界》那部电影，它很对，它以主要的也是以男性为主，所以它主打的也是男性观众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男女二重唱给我们带来的这个《西贡小姐》里边的一个片段歌曲，我们掌声欢迎，交给你们了。Shy too.